两个人的双手都伸进去了。嗯，手势变了吗？还变吗？都很开心吗？好，现在我倒数三二一就要揭晓答案了。好，两位心里扑通扑通的，感觉你特别紧张。是很紧张。好，不用紧张。三二一，哇，都是两位。那我们就视觉交往吧。嗯，好，可以试一下。2015年一月一日起，单曲小板块诚意推出相亲微视频。我们鼓励单身的你拿起手机，把个人信息和相亲需求拍成1分钟以内的视频，发送到搭鹊桥微信公众号。我们会在相亲微视频中滚动播出。当然，如果你在视频中看到中意的他，请立即发送相亲需求，让我们为你安排约会哦。Hello， 我是王菲妮，马上要22岁喽。然后平时嘛，我觉得自己还算是挺温柔的吧，对男生没有什么要求，觉得你不要跟我打架就好了。然后如果做饭好吃的就更好了呀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龚可欣，今年21岁，我学的专业是财务管理专业。然后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本地女孩子，我理想中的男孩子希望他比较稳重可靠。大家好，我是南京本市人，1982年的，目前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做销售经理，希望能够找一个南京本市的姑娘，身高大约在1米60以上。我希望女孩的话，最关键的要有一颗善良的心。大家好，我叫 Coco， 南京本地人，29岁，那现在从事的话是招聘的一个相关的工作，希望对方的话是一个追求生活品质，身高在1.75以上，那么是不是本地人的话是一个不要求，主要是大家